求胜。怎么还没开呢？啊，等我们送完我们发送完才会开门。五点就有人来排了。最早第一个是五点。五点就来排哦。五点，一对夫妻五点。那我们今天预计发八千片，他每个人五片，说预计是1600个人。然后我们有发号码牌。是11点吗？你都提早了。他因为怕客人等太久，因为那些有些是比较身体有需要，他没有提供一些残障角落户，我们会优先给他。他说我们预计11点，但是为了怕人潮太多，等太久，所以我们公司有指示先提早先拿到号码牌，以号码牌为主，我们就先把客人疏散掉，啊，安全第一。哦、那明天呢？明天也是一样8000片吗？明天一样也是8000片，啊，一样就是以号码牌为主。那明天会几点？正常，我们都是10点半开始挂号码牌，要看当时现场的状况，我们会去调度。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来排的、啊？刚来、哦。10点半你要排。10点半。啊，你知道他这个发的是一般，只是一般的口罩。哎、欸，对。那为什么还会想要来领一下？因为口罩大家都很缺啊。哦。啊、可以防护都没关系啦。可以防护都没关系。